出你最独特的自我，反正我好看，最出色的自我，和我一起笑。欢迎五间情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五间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赖赖彦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梦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廷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秀楼俊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伟晋。哎，你们五个人合体耶？对，你们平常合体都是你们的团众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已经有推出团众，那很欠揍哎。对啊，我很难得在舞台上合体。很难得哎 ，MP 把你们请来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从一开始就有人敲碗说五间情什么时候来，五间情，所以我就一直拿着 rundown 不能给他们看。怎么样？他们来了耶，开心吗？ Yeah! 谢谢 MDB 的邀请。哎，你们感情真的很好，私底下也真的好吗？真心好，还是有没有演的成分？演的居多，都是演的，完全都演了。哎，那因为你们不是有一首歌是那个，就是反正我好看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真心，我倒数三二一，你们觉得谁最好看？讲出来哦，最好看哦，来，这个答案，五间情里面谁最好看？一二三，小赖，小赖。你指我吗？对啊，等一下，大家都指我。怎么会？零九指我，你们是指我还是指风筝？小赖啊，你指我。对啊，罗根怎么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很可怜啊，快点。他的袖子都破了。对啊，你看，等一下，所以裤子破了，很穷，没他办完演唱会没钱吃饭。他怎么是穷？你只是铺路，贪图铺路。而且你知道他的心机怎样吗？我们就昨天因为我们在讨论服装嘛，对，然后就说哦，今天穿衬衫。哎，小赖，你今天穿什么？哦，我穿蓝色西装。不是，然后哎，蓝色西装。我来跟他讲，我从头到，因为他们问我说要穿什么，我说我们就规定蓝色好不好？他们说他没有蓝色，我说好，那我们就衬衫。嗯，然后我就说。OK， 好，那我就蓝色。对啊，没错。你们是衬衫在哪里？衬衫在哪里？我里面是真的没穿。奶头差点公诸于世。奶头，我里面是真的没穿。差点看到奶头。这个就是围衬衫啊。这个是哪里围啊？哎，所以你看哦，女团跟男团都一样，都有一个人是里面最心机的啊。对，谁？对不对？真的。你们其实四个人也受够他了吧？没有啦，太早就早就了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就当 center 啦。好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那我好奇哦，你们每次这样五个人出席，有谁 center， 谁是边边这件事情吗？我们其实都安排的非常的好。我们看我们有脸的分别，哪一脸比较好看？我们自动站到那个位置。好，一二三，来脸的分别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因为我跟零九是属于右脸好看，然后我们两个是左脸，然后他是怎么看都好看，风格是左右都 OK。好，右边给一视线给右边，视线给左边，请帮我们摆出一个最辣的姿势，一二三 pose， 一二三 pose， 中间来一二三 pose， 超级名模生死斗，请看右边一二三 pose。接下来请挡住你左右两边的人，一二三 pose， 抢 C 位，一二三 pose。好，停，好耶！最出色的自我，和我一起唱。无所谓，反正我都会是你眼里的焦点。So I say, don't be afraid。这自信的你会做好准备，画出全新的一页。Find my way， 请跟随伸出的身影。Find my way， 向着光去追寻。On my way， 我的特别你看得见。On my way， 我绝不后退。说出你最独特的自我，反正我好看。最出色的自我，和我一起唱。反正我。这的超好看，那是紫色上去看，世界目光点亮，反正我好看。Don't be afraid， 反正自信的你会做好准备，画出全新的一页。反正我好看，抱歉，管你喜欢还是对我充满讨厌。焦点，做自己真的耀眼，少点甜，抱紧少点甜，抱紧多点笑脸，笑脸给自己。
道我知道就是他了，对自己以为傲那个笑了，这么多的巧合这么多做到了，守住我的眼神让我听到全场刀割。 Find my way， 倾听心深处的声音。 Find my way， 向着光去追寻。 Find my way， 我的特别你看得见。 On my way， 我绝不后退。 Let's go， 守住你最独特的自我，反正我好看在窗户红里白色的超好看，蓝色紫色上青苔，世界目光点亮，反正我好看。最出色的自我，反正我好看。最出色的自我，和我一起唱。反正我红里白色的超好看，蓝色紫色上青苔，世界目光点亮，反正。